赶快来，你很厉害哦。姐姐要喝什么？就是不能喝这个。姐姐你要喝什么？来给你。姐姐你要野果。给你啊。给你跟弟弟玩。我要。就可以玩了。好好喝汤给他，好给你喝。喝汤。好好喝汤啊。姐姐，你不是来要吃水果吗？那就喝。没有，我在吃。不作业，我还要去打。好啊，你的丑态被照到了。不吃饭在玩的游戏啊！而且不要笑。我现在坐这条电梯到中和。对啊，就到芦洲到新庄就是一条线、而且他没有去台北车站，人不会那么多。对啊，他只有跳过台北车站，就人比较不会那么多。他不要让人家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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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拿到大人吸管，拿错吸管，我是小的吗？这不是大的吗？这才是小的。换什么？你要去，请问九去买，请问九。没有啦，不是吧？是为什么他的野果这么多？那是姐姐的啦，什么野果那么多？我要喝奶呀、啊，因为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我又不能喝鲜奶，算了，就不要喝了。奶奶给爸爸喝一口，你是照我很丑哎、欸！我又没有照，要照婷婷啊！我什么时候照不到你啊？婷婷淘汰起来，快点躲在后面。金宝，你去加入金宝的，金宝的。他不用上班，在家，他就在国外隔壁啊。他本来是一楼，他现在整栋在上面。啊，那么好。上班去追你呀。不用了，别人跑了。以前小时候我们玩，上班麦当劳。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吃什么汤啊？红豆汤啊。阿嬷看，奶奶看，好吃吗？奶奶。奶奶。奶奶在家里呀、啊。爸爸两百五啊，这个月除了休假，就是要去大夜班，现在大夜班呢、啊，就只有一家过去回来，一个月后必须一家过去走。酸，挺酸，婷婷一直酸。哎呦，你这样。啊，有了这啊，都要顾着他，才那么力。这啊，好啦，我不要你吃啊，这个也吃啊，来。不要。不要，我不要供完。哦，不要吃这个啊！我得用供的呢。怎么用？婷婷，用说的哟，好啊。用说的比这样赖还好。李莫成，李莫成，爸爸叫你来吃。好，再弹一次啊。小美哥，喝那么多喝汤，平常是不是在人家打工？